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鸡蛋来做好吃的。先把鸡蛋清洗干净，然后冷水下锅煮八分钟，然后捞出过下凉水，让蛋白和蛋膜分离，这样更容易去壳。然后把鸡蛋外壳有节奏的给它敲碎，放入到砂锅里面，然后再放点大葱和姜片，准备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、花椒和茴香，全部倒入到砂锅里面，再放入15克冰糖，加入一勺食盐，加入一勺老抽，再加入两勺生抽，加入10克的红茶，再加入清水没过鸡蛋，盖上盖子，煮开之后再煮10分钟，煮好之后关火，再泡3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茶叶蛋的详细做法已经分享给大家了，真的特别的好吃，喜欢就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